小伙伴们，萝莉公主冰公主4月30号就要上线迷你世界啦！小伙伴们，你们喜不喜欢我们的萝莉公主和冰公主呢？如果你喜欢的话，记得把本条视频看完哦，我会告诉你该如何免费拥有它。小伙伴们，冰公主和萝莉公主是我们的又一款新皮肤呀，并且非常的 Q 萌。就这个萝莉公主啊，我觉得她真的好漂亮呀，她的售价是268个迷你币。我们在游戏中啊，现在已经出现了她的样子，你们有没有觉得她很漂亮呢？还有一位公主啊，她呢可是冰雪女王，她的名字叫做冰公主。你看这严肃的小表情。那小伙伴们，现在呢我就要告诉你们该如何免费拥有她，那就是关注我，评论、转发、点赞、收藏本条视频。本条视频播放量到达50000，评论区中抽一位小粉丝，帮他盘一个冰公主或者萝莉公主哟。如果你喜欢这两款皮肤的话，记得一定要给鸽子点个关注哟。